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若英。一个礼拜不见，你们过得怎么样呢？微博群里的聊天仙女跟我说，你们比较喜欢我以前的头发。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我以前的头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的头发有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。我到理发店的时候，理发师说我想剪头发的样子，然后他说嗯，就开始了这他自己的工作。后来我发现了他一点西班牙语都不会说，所以我现在变了这个样子。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一个最近在中国很出名的节目，这个节目叫《创造101》。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比赛，然后它的意思是选出最好跳舞和唱歌的女生，然后这些女生都会去组一个音乐组合。虽然我这个节目没有看很多，但是我知道一个比较出名的女孩子，她叫王菊。王菊，哎呀，等一下，哪位？王菊。她叫王菊。很多人说王菊不是标准的美女，很多人觉得美女要很瘦很白才是美女，但是白和瘦就是美的标准答案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我很喜欢她说的一句话，美女是没有标准的，现在是改变标准的时候。其实说到西班牙，也有一个类似的人，她叫La Billy。这个女的参加了西班牙的 Factor X， 她说她参加这个节目不是因为她想出名，而是因为她想让天使上有不一样的美丽。她在这个节目里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，这首歌叫《去了呢》，而且现在在 YouTube 上，这首歌已经有935万的观看。穆斯罗娜的意思是大腿很粗的女孩子。在西班牙，有很多女生觉得大腿很粗不好看，而且也有很多人会用这个词穆斯罗娜这个词来嘲笑他们。这首歌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因为社会的审美去改变我自己的身体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要做自己。这首歌里面有一个主旨是很重要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样子的女生也要把自己的魅力展现出来。所以我现在要说的话很重要。如果有人觉得你臭，不是因为你臭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得发现你真正的魅力。世界上没有丑的人，这是因为我们的魅力不一样。如果你要整容，如果你要减肥，如果你要做出一些改变，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想去做才去做，而不是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改变你的人生。其实，努力的你，爱生活的你是最美的。我是孙若英，hasta luego。